12月4日，据媒体报道，歌手许格在几个月前被诊断为甲状腺癌，并于近日接受了手术，手术顺利结束。随后所属社方面回应表示，许格表示嗓子有些奇怪，因此接受了检查，得到了可能是甲状腺癌的推测，需要手术才能确诊，因此进行了手术，手术后确定为甲状腺癌，但所幸是患癌初期，且手术已经顺利成功的结束，目前正在恢复中。对此网友们纷纷评论道，我们歌舞吧，快快康复吧，不要再生病了，还好是早期，好好休息，早日康复，早日康复呀，最近刚陷入你的新歌中，还要等着你的现场舞台呢。